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牌啦哈。首先先看 Debbie 的牌，牛奶，晴晴，玲玲，玲玲，博宇，老赵，来，你刚刚是你先叫牌，我先二开始，我想一下我怎么还，好，2、3、4、5、6，7。新朋友，给他们机会，必须的，回转，必须要给他们机会。八九，哎，就快到了啊！看看啊，哇塞，你懂了吗？算一算数字，对不对？对面，看看对面的，不是吧？对面，对面，太可怕了，好恐怖。十就好了吗？你再多叫一个，真的，好，叫一下嘛，那就出来吧，好。Yeah! Yeah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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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的看一下，来来，好好看一下，跪在这边，踩绝轮，手扶在这里，哎，这超级痛，哇，超级痛，那个四号摄影师。必须去带点棉花球。对，刚刚健保卡医师他要去补办，我去补办。哇，有什么宣传的店里面的什么活动吗？对对对，有没有？对，记得来拍照打卡上传，然后记得到真男姐妹花的粉丝团按赞哦，赞。那你到你们打卡按赞有什么好处吗？对对对对，就是有机会可以跟我真代比。啊，好贵啊！哇塞，小梁，你不等他准备好再打？小梁哥，太厉害了！不是我，我以前都觉得你很温文儒雅，我一向都是温文儒雅，没有错啊。哇，哎，刚刚打的那个好像世界第八大奇景哎，那是女装，好，女装，屁股好痛的牌，哎呦，凉凉，奶奶，老钱，赵哥。牛奶开始叫，你要往左边往右边，你要看看大家的牌，你想看谁？对对对对，有的快到的你就先弄它啦。是哦。好，往哪边走？往右边。右边。右边是这样。逆时钟，逆时钟。逆时钟，好来，来啊。二三，这么保守。那四五。来，看看你又中。中，知道吗？打脚底板吗？应该不是奶哥打的吧？对，他打。没有打，我打。因为奶哥下手很重，但是你打不好是我打哦。什么位置比较会痛？打脚心上面的，这边吗？对，脚窝，对对对对。要用力哦，指头会痛。你不用力是我是打你哦。哎，小心哦，小心。不要怪我。好。小心嘿。那个大力气也大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跟你讲啦，这两个有心情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，好狠哦！哎，这位，这位，哇，等一下，我要加一下，再演，啊啊，加好，给我们一号的哥哥看一下，哎，数字很大，数字很大，好，来，你叫三开始，三开始哦，那三四，往哪里？这边好，好啊，啊，恐怖了，那应该有点大，5、6、7。哦，8、9、10，好赶，太早了，11、12、13，太早了，14、15、16，你喊那么多干嘛？赵哥，你是不是酒醒了？变白了，这一把输了打什么？打那个屁股脚底板，脚底板，你喊到16是吧？对对，17，怎么这么保守？你是17，为什么？你管我？好了，你是18、19、20。哦，很大吧？没错啊，这个牌一定是大牌。21，不要紧张，我好紧张，我怕你报仇。22，23。
么保守啊，大家？哪个也好保守。对啊，四。二四，两张大的牌的话，十三张就二十六。对，我再算另外一张。其实二四其实占满两张牌的那个十分的，那我回转好了。二五，我也好紧张，应该是快到。确定你有算对了？我确定了，应该。回转吗？你再回回去啊。对啊，我再回回去好了。会不会玩啊，主持人？二六。啊？那没办法。对不对？我这个要不成功变成人。对，漂亮。二六对不对？我说二七没中，就是二八、二九、三十嘛。对对对，还没。心里有数没有？二七，二八，一定要喊啊！过。嗯，哇。那我就二九了，反正伸头一刀，缩头一刀，二九了，二九三十了。好，三十。还没事。就我刚算很久啊。三张不老 K 哦，三十六。回转，漂亮，三一啊！哎呀，回转就是这边嘛，你是一啊？什么？三一。Baby 有没有什么话对镜头说一下？对对，赶快说，快点宣传一下。宣传一下，对对对。记得帮我们粉专按赞，正在姐妹花，还有我个人的粉专代币简韩婷啊！大家手下留情。哇塞，很脆，快，很准啊，太脆了，不麻。不是痛，妈呀，是麻，可怕，痛麻，是马上就觉得很热，对，这样可以吗？热，热的会，我已经流汗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手脚发冷，这种病都治好了，真的变红了，对啊，来，四个啊，海海，我 ，S 就是我了哈，对，啊，因为一嘛，对，一二三四，是，抽三张，抽三张，哎，啊，好啊，哎，随便三张，就这三张了啊，啊。你不要这样看我，感觉怪怪的。Combo， 哎呦，哇塞，感觉是演的，会演啊，手、屁股、脚底板，我的妈，还有手，是拳套，是大拳套，三四五，六七八，九。九而已吗？还早吧，照个三张哎。不急不急不急。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。好奇怪哦，你一定要想中十四。变大，这样会转掉对不对？他不能回转，不能 pass 啊。对对对对。那我应该要回过去给他。十五。十。十六。十七，那是骗你把这张用掉了。我也只能十八，感觉怪怪的。没事没事。十九，我们也不知道啊。对啊。你干嘛？你骗人！你骗人！你骗人！过。对吧？我想说一下，吓我一跳。二十，二十了。行，我把他们你们两个人全部加在他们身上。好。应该差不多了吧？二十。二一，好厉害哦！你贱呢，这时候还二一，感觉好保守。怎么了？那就二二。Pass。Pass。二三中自己哈。不会吧？二三。不是没有办法，这他怕，应该不是怕，不是因为已经二十几了，不可能再撑了。你应该回转比较好，兄弟，相信我，不会是你啦，赵哥，因为奶哥打你不会啦，没得含扣啊，就二四了。二五，嗯，二六，啊，二七，还有二七，七二八，那我也只能二九了。对啊。哎，干嘛？哇塞，不愧是赌神呐！真的，他不愧赌神呐！先打手，先打手！哇塞，手屁股脚底，他是全套的赌神哎！来来，我把他抓住，我把他抓住！不要你快！我把他抓住来打掉！不，因为你闪会痛啊，我把你抓住了。
因为年那个赵哥年轻的时候常常在抓住，就给他抓住，你要抓住，不行，你会打我手。你到时候啪一声打我，我那个。我刚才跟他眨眼，被他看到。哎呦，还好。屁股。哎呦，真的很痛，可怕。哎，你轻点啦。有什么遗言交代一下？哎，手不要，手会被打到，手不要。对对，交代一下。哎呦，还好啦。还好。还好。还有谁？你这一天打很大力。你太瘦了，我跟你讲，打完之后你胃口就好了。会有食欲，有食欲了，有食欲了，而且他盐是吸收不好，他吃很多不会胖哦，那就是因为他的那个肠经道啊，有一些问题，所以一打就通了，对对对，哦，那很好，伸直哦，伸直哦，顶起来，对对对对，伸直比较不会痛。你看他的表情，轻一点啊。好脆，好残忍哦，太脆了。还好，其实这个没有打太准，没有，超级痛的，对不对？